婴儿是不建议吃榴莲的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6个月以内的宝宝，他是全部靠母乳来提供营养，母乳就是6个月以内宝宝的完全营养食品，而6个月以后逐渐添加辅食，也是从谷类、蛋黄、甘泥等，富含碳水化合物、铁、钙等营养素来开始补充的。